情绪这两个字很难解释，而且千变万化，有时我们会想用对手掩住对眼。一、二、三，以为这样情绪就会不见了，但是其实它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身边。一、二、三，情绪是不是真的不见了？我们可不可以换另外一种心态去面对它呢？牛牛，我带你认识一个新朋友。好啊，他叫巨人啊，你啊跟我入嚟。巨人呢？巨人呢？收埋晒嘅？是啊，巨人今天发生了很多事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将心情收埋晒的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试试帮他打开，看看他今天发生什么事了。好多不同的表情啊，牛牛，你觉得他现在是哪一种表情呢？为什么他由小小个变大大个，还有这么多颜色的？巨人他一日一日地长大，不同颜色的情绪都会跟着他一起长大的。哦，我们都会的。我都长大了吗？巨人做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可能他觉得他很孤单，想揽一揽自己啩。啊，不如我们送份小礼物给他了。巨人多谢你的陪伴，他想送一份小礼物给你啊。哇，多谢。